哎、欸，结果他我算一个张善政，太没品了！你们就跑来这边，我也没有讲他怎么样，我都很励志啊，就跑来这边。所以你看看，有你们这种支持者，年轻选票真的跑光光了。年轻人大家听到韩吉混哦，大家都他的把他当笑话来看。所以哦，如果这个选战打不赢哦，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个支持者，真的很 low。如果我讨厌国民党，其实这说真的，我只有讨厌到20%，那为什么会讨厌到100%呢？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支持者，好几个都是韩粉，我就对这个超反感。为什么玩政治？你们是为了赚钱去玩政治，你们不是为了帮助这个社会更好，去讲出应该讲的话。我打一个最比方的道理，你们一堆人嘛，你们蓝营的高潮都会酸林志坚，我觉得酸得很好啊。政治人物就是他是执政党嘛。你们酸他，我觉得国民党酸他，这次酸得很棒。但是为什么你们家人出事的时候呢，你们就不能被人家酸？我们今天不要讨论民进党啦，我今天讲你们就好了。你们也是不分，你们一样嘛，都一样嘛，你们也不分青红皂白在护航嘛。那讲到张善政呢，你们要不要被噎？要不要被噎语？人家怀疑你是很正当的啊。比如讲说，他这个标案5000多，我昨天看很多名嘴在噎啊，人家说1000多页。5000多万，他说他写了这么多文章，整理了这么多资料。他说，我昨天看一个政论节目，他好笑。他说，如果以这样的价码，他在现在还在出，他们这些都是记者嘛，不然就总编辑嘛。他说，如果他整理的资料哦有这么好赚就好了啦。他说，如果以5000多万，他要写几年？他要写160年了，才有办法。以他现金哦，他说他们也有在标案，也有在标类似这种案子，一个案子100万了不起。哦，那这个东西人家可不可以质疑？人家可以质疑嘛？那你是谁去拿的？谁去拿这个标案的？那张善政去拿这个标？我今天不是说我再次强调，谁当市长跟我都无关。我今天好笑的是，林志坚我也给他嘛，我也酸了一下嘛。你看那时候大家都乖乖的给酸嘛，民进党很多人也是鼻子摸了，他反正就真的出包了。我林北跟民进党那么好，我还是照酸他啊。其实我讲白一点，民进党跟我还比较好，我照酸。哎，结果他我酸一个张善政，太没品了！你们就跑来这边，我也没有讲他怎么样，我都很励志啊，就跑来这边。所以你看看，有你们这种支持者哦，年轻选票真的跑光光了。年轻人大家听到韩吉混哦，大家都他的把他当笑话来看。所以哦，如果这个选战打不赢哦，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个支持者，真的很 low。我今天不是瞧不起国民党，我瞧不起你们这些人，就是你们这些下面的这些人都是一样，都是要赚政治红利嘛。你有本事像林北一样自己做生意啦，蓝的也骂，绿的也骂啦，你敢吗？卖电器的那个敢吗？不敢嘛，卖下去就没人买了嘛，是不是？骂下去，民进党支持者跑光嘛。我林北敢骂啊，我也没有只说他一定是贪污，我也没有只说，我只是觉得很励志。哦，我就拿不到嘛，你也拿不到嘛，你干嘛帮他护航？我觉得哦，每次讲到这一种钱的问题啊，或者抄袭的问题，一堆人跳出来护航。我想问你们哦，你们为什么要护航这种事情？不用帮他们讲什么有的没有的话，反正以我们的立场，我就是调侃他而已，就是酸一下而已，很励志哦，就好谈呢，我都没法多，哎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样子不行哦，嘞，啊，就一大堆，哇，又来护航，哇，好吵哦。